各位听众朋友，晚安！现在又到了咱的主讲普照节目时间，请各位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因安呢，咱要阁继续来讲解慈悲三昧水忏，请各位还阁是将忏本行到第十九页，尾仔算倒转来第三行，一切诸佛悯念众生，为说水忏道场总法。咱在昨呢讲到诸佛呢有十种的这个称呼，咱已经讲了三种，现在咱再讲第四种明行咒。印度叫做并且加将那三烦那，也会当翻译做明善行、明行行，或者是叫做明行圆满。明呢，是代表了智慧；行呢，因为咱有去实行，就是代表了福德，也就是会当讲福报甲智慧这两项当中真正圆满。这个众呢，就是讲真富足的意思。合起来来讲，显示讲，佛的福德甲智慧已经究竟圆满。咱普通一般人呢，有的人虽然讲是真正好业，但是也未到讲爱啥物就有啥物的地步，所以有的人讲啊，这是一种普通家庭，也无善，也无好业。有的人搁较好业来讲呢，咱知影讲伊的福报嘛，未当亲像佛遐尼啊大。我常常讲，佛善啊，福报哪会遐尼大？这就是讲，伊有德行啊。咱一个人若是做到真正有德行的时阵，大家人对咱都拢总会当真正好，真正尼啊照顾。咱一个人，假使若是无德行呢，你就是想讲要去求福报呢？迄、那个福报嘛，袂当强求。咱也看讲银行的抢案，乃至讲无偌久以前，所发生的盗领案，做啊到一个银行的经理，告诉讲伊若是会当讲照伊的即个好品格去做，相信即马即个地位还阁是伊的。将来呢，要阁安怎发展嘛？毋知影。但是伊利用伊个地位，伊毋知好好有品德啊，所以伊连即个福报都无去。所以咱一个人要爱福报啊，平常时爱想，咱都爱有即个德行啊。咱话看讲抢人诶，乃至讲盗人诶，吼，也是讲去欺诈人诶。
伊永远心都拢真正袂富足，心都拢真正贫。即款人要哪会当算作有福报呢？人看讲佛呢，伊一切拢总为众生，要让众生欢喜，所以伊的行为呢，做啊到真正好势。但是话阁讲倒转来呢，咱要会当行为做啊真好势呢，这一定都要有智慧。比如讲，有的人，咱举一个简单的例，吼，讲一个朋友要对一个朋友真关心，或者是讲因囝要对伊是大人真关心，但是伊都无迄个智慧，伊就咪讲伊真孝顺，要来买一台冷气，互伊个是大人吹。今仔日伊都天气已经温度降低了，伊嘛讲无要紧啦，你都唔免惊了电，吼，冷气都甲放来吹，吹啊到感冒呢，伊嘛是要要阁叫伊来吹呢。因个是大人讲，我都袂做，你干哪要叫我吹冷气？或者是讲，小花落一丝仔雨，实实在在都无讲真寒呢。吼、哦，伊都实实在在有迄个孝心啦，啊，无迄个智慧讲啊，咱来甲伊捂一领薄被啊，来互伊盖咧就好啊。讲今仔是会寒哦，你老人啊较无气血，你若无盖较厚咧，吼、哦，甚至讲窗仔啊关关起来，伊实在是好意啦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时代人气讲。啊！我都甲你讲，我都袂寒，你干哪？甲窗仔关拢甲我关关吼，爸爸去，要让我袂喘气是无？所以伊实在是真正有心嘛，颠倒换这是大人来气咯。这就是安怎？无智慧啦。所以咱有智慧，做起来，逐项代志都拢总真正圆满。而且咱迄是正确的智慧呢，绝对是有德行的。既然咱日常生活中间一举一动拢总是有德行的，自自然然都有福报啦。所以咱一个人要会当讲一生的当中啊，在这个社会上会当来得到幸福的生活。我感觉讲，一定爱亲像福寿祥，福慧双修啊。那有个人要造福，干那第二要求福，讲啊，我着去啊，到啥物所在我嘛添洋香，到啥物所在我嘛出大挑。甚至呢，人咧装佛像的时阵，规尊佛咱拢按来装，是毋是安尼就会当来得到福报呢？不一定，咱举一个简单的来讲，比如讲某某一个大世子，伊去到寺呢，即间寺有足济物件拢总伊出的。假使讲即个做师傅的人，伊若就咪讲哦，伊就是咱的大世子啊，来到地咱就来招呼。所以伊就讲啊，今仔日某某人要来啊，伊就叫伊的徒弟讲，啥物人要来，你就较紧了，特别另外来拼一间房间，互伊休困，吼、哦，为伊呢较紧来煮啥物，为来无用啥物。我相信这做伊的徒弟人就安尼想，哎呀，你在这个时年，你做一个世子呢，你来到地就要互人奉抬到啥物烧香，伊。表面上看起来呢，是种了真正侪好。啊，毋过为着伊一个人来，咱想讲，人咧举皇帝烧香，或者是咧举啥物神烧香啊，互下面的人无用到到一日连修行的时间都拢总无。伊个个一日到暗拢总爱来这个所在，我相信呢，伊所出的遐钱，嘛拢总已经吼，福报拢家己开了了去啊。我讲这个话呢，吼、哦，
并不是讲只某某一个人来讲。那么咱合福的人，咱想要修一丝仔福，咱都是正是因为要正福，咱来去到教室伊的内面布施。有的人呢，我看讲伊真正谦卑，伊虽然是一间四年的这个大四柱呢，伊去到地教样吼。人伫捧菜呢，伊到发挥时，甲人到捧菜，伊毋是讲我是大四柱啊，我来到地呢，吼，是呢，自自然然，佫较无为，伊嘛就甲我留一块桌，互我请看我的几位朋友要来食，吼，这个所在佫着爱是伫内面的客厅有冷气的所在，吼，佮咱享受佮别人较特别、较无相像，互人感觉讲我是一位大四柱，我相信呢。你家己阁出钱，你阁愿意出力，一出力表面上一出出力，予人感觉讲你是一个大布施者的迄款派头都拢无，颠倒会予人心服口服。这就是讲德啦，吼，这就是一种的这个德行。有了这个德，自自然然呢，内面的人吼，对咱就真正恭敬，吼，这就是福报自然就会来啦。咱伫厝呢嘛是烧香呢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兄弟姊妹的中间，咱家己小可较有一丝仔能力，会当帮忙家庭讲赚一丝仔钱，吼、哦，替爸母来分担一丝仔责任，讲有个人栽培家己的小弟小妹，甚至有个讲做小弟小妹的人讲啊，我的兄哥伊都有迄个能力通读册，伊会当讲去较。管的学府去求学，但是家庭的内面无钱，那牺牲一丝丝仔家己本身，吼、哦，读较低的所在，伊就出去外口做工课。假使一日到暗，伊若认为讲，阮某某人去读，若毋是我甲指引，若毋是我家己来牺牲的，伊那囡仔有囡仔真嘞，我相信这个人情讨了去，这就是讲，咱本来呢。安尼来做是真好，会予外界所有的人拢甲咱钦服，讲啊，某人实在真正了不起。伊为着伊的兄弟呢，会当来牺牲伊家己，但是咱安尼一个套落去呢，所有的德拢总无去了，自然福也就无去了。所以，迄就袂当来啊，究竟圆满。那一个人敢若有？福报无智慧嘛袂使，有智慧无福报嘛袂使，所以爱福慧双修呢，咱才会当得到真正幸福。那福呢，因为在福甲智这两项拢究竟圆满，所以咱常常咧讲皈依佛两足尊。所谓两种呢，就是讲伊福德甲智慧两项拢已经真正圆满了。不但真正圆满，而且是已经究竟圆满。那么明行者，那是已经来讲，就是讲明呢，有天眼明、宿命明、甲老尽明这三明，以及心口意。这三件呢，拢总是圆满具足，无一丝丝来的这个缺点，所以呢叫做明行者。过落来呢，善事，印度话呢叫做修克道，翻译做咱的中国话的意思也叫做好气、好说。善解善说，乃至讲叫做无烦。但是呢，以这个善事为主，这就是显示运用种种深的三摩提，哦，就是讲种种的这个定力啊。在这个无量大智慧中，表示讲，伊的这个定跟慧已经烧香啊。
有的人有智慧，但是伊无你的定力啊。有的人有定力，但是无智慧，定慧袂当来双修呢，就袂当讲福报甲智慧当中相顶啦。人讲到一个人若是无迄个定力呢，有当时啊吼，你有智慧也无路用。这个定在什么所在会当看出来呢？平常时呢，咱袂当看出来。但是伫最紧的关头，吼，比如讲，两台车对吧，对要烧崩了，伫做这个急命的关头的时阵，你的定力真重要。吼，你看到看你应该闪边啊，或者是讲紧急的，把这个车来来挡掉咧，吼。乃至讲呢，你应该爱较紧甲开过，两台车都袂烧崩，这都爱靠你的定力。所以心若无定力的时阵，到迄个时阵呢，脚乱手乱，一定发生事故。以前我曾经听人讲过一个实在的代志，就是讲。有一个人呢，把伊的这个存款簿啊啦，吼，甲一挂现金呢，拢藏伫伊的这个枕头下。突然间呢，发火的时阵呢，吼，伊较紧直直装装要入去，但是伊入去到内面呢，伊去摸一个枕头出来，等到伊就徛咧看迄个厝咧烧啦，伊心肝内想讲吼。无要紧，好佳哉！我最重要的物件拢总冒出来啊。可是呢，等到到火烧厝拢烧了去啊，伊讲啊，啊内底物件拢完啊。迄个时阵呢，才发觉讲，伊冒一个枕头，伫枕头下的遐存款簿啊，甲遐现金呢，拢无摕出来。这就是啥物？哦，到了有代志的时阵，青光啊。有当时安尼，代志拢总误了了去，所以一定咱都爱定慧两行拢总爱相定。既然毋是讲有定无慧，也毋是有慧无定，安尼呢，会当互咱来了解着讲这个现实。也就是讲，无一丝丝仔的祸患。哦，咱在世的时阵呢，假使讲咱有定慧，咱所做的代志一定是做善业啦。做善业呢，哦，咱将来要去的时阵呢，当然就是讲善事啦，哦，就是讲善去啦。假使咱若唔是呢，在一生的当中，咱做了真正侪这个。由无明烦恼所起的种种恶业，咱要去的时阵是大业去的，哦，将来都要来受轮回，要哪会当叫做善事呢？今仔日呢，因为时间已经到，咱的节目呢播送到这个所在来告一段落。至于讲其他的这个解说呢，我想咱伫明仔夜晚6:10再继续为各位讲解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